前重对上一部剧作以戏2014年感激时代韩剧感激时代男星金贤重于2014年被曝暴打前女友崔小姐儿惹上官非，二人之后展开漫长诉讼。另外金贤重去年二月又被曝酒驾，令形象跌至谷底，近年转移阵地到日本发展。近日金贤重传出复出拍剧消息，其所属事务所透露，金贤重最近或邀演出12集的爱情剧时间停止时，金贤重正考虑是否演出。时间停止时系一部以时间旅行为题材作品，金贤重有望于剧中饰演时间旅行者。如金贤重真戏落实演出，今次将戏时隔四年新剧，更多韩流戏晒于果 http://fb.com 阿普尔多尔利特余文乐陪你走遍全球追星，即刻于果 FB 专页。